头痛。我又看到海上了啊，海上啊有巨大的船只啊，有巨大的船只啊。我们现在都知道，那个航空母舰啊，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象征呐、啊。以前有航空母舰的国家，还在继续制造，没有航空母舰的国家，在悄悄的制造，他们都想，统治到这个世界啊，都想统治到这个世界。而反观呢，外星人呢、啊，他们千方百计啊，发展共同的利益，发展共同利益，同时，千方百计想帮助别人，能够更好的发展。所以那个地球上，只有人类啊，很奇怪，就是要破坏别人，要破坏别人，还有好多事情叫做，损人不利己啊，损人不利己。所以那个外星人越来越疑惑，越来越疑惑啊，越来越疑惑，救了地球人，会是，什么一个结果？哎呀，我这边一直大声疾呼的要求，希望外星人能帮一下地球人，但不是帮所有的啊，一句话，不是帮所有的啊，帮值得帮的，帮值得帮的，为了能够帮那些值得帮的人，所以要消灭掉一些不值得帮的，应该这样。那么地球啊才能安宁啊！外星人呢搞了这么长时间，终于明白了啊，帮值得帮的人，同时啊，不用帮那些不值得帮的人，让杀一儆百，对那些不值得帮的人，如果来个杀一儆百的话，就是更好的人，帮别人，终于外星人，搞明白了啊，搞明白了以后应该用。更适合地球的方法来帮地球人，是这么一个状况。好，知道了，再见。